好日好日好日，下一步就很快了啊！年前还能吃上西藏了呀？咦，还提得动你，还不叫我认词儿啊？大门俺们，俺妈给你拿的红薯，红薯，俺自己种的，自己种的。啊，咦，大门给我说的，给我拿的吗？啊，不是给你拿的。你来的路上你都给我说好消息好消息，啥好消息？我妈图你在哪正式交往？咦，好你咋说服他的？他自己应该想明白了吧，然后咱俩交往这一段时间，包括你对我啥样，然后你又对他没啥样啊，然后还有让他爸爸那边就房子暂时不给买了，是挺薄，就是外遇他就不给买了，变了，所以妈觉得你人也不错，嗯，这咱俩是个好消息，咱俩可以放心交往，还是吧，嗯。那个包括那个啥见面那个事啊，妈妈在等等，再等等，嗯，等等等等呗，嗯，他支持，那我啥时候去拜访拜访人侄爷？那改天吧，他说了，他说到时候看有空的时候啊，抽个时间让你上家里边去吃饭。好事好事好事，冷吗？冷，嗯，这是个大好事。开心，走，赶不上车。咦，家人们，看看我拿的红薯，咦，还是挑的好的，光油的，红薯肯定甜。别嫌我没出息啊！咦，你看，嘴又咧一边，又咧一边，开心啊，是不是？家人们，我容易不容易？我努力了那么长时间，它就是一个曲线，你知道吗？刚开始。亲能接受我，到后来出现了问题，然后现在又接受我了。你知道我心里边这一块石头落地了，你知道不？快半年了吧？很开心，很开心，真的，起码得到了就是家长的祝福了，然后最后一个也同意了，多好！你不开心？开心。晚上想吃啥？嗯，我给你做。啥都想吃。啥都想吃。嗯，叫你做的我都喜欢吃。可以可以可以 ，OK， 真棒。你看这嘴咧咧。我不天天都跟你身边了吗？那不一样，你知道吧？这证明人心都是肉长的。只要你努力，只要你真心对他，你不管是几分，你只要是真真心心的对他，都能得到祝福的。因为啥？因为他也是对他女儿好啊，他都是能看到你是不是真真正正的对他，是不是？是的。家人们，祝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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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事好事好事，下一步就很快了啊！年前还能吃上西藏了呀？想吃西藏的，赶紧打想吃西藏，我给你背，好不好？成。